邵小山、范冰冰，我保护了你十年，公开给媒体声称那是你亲弟弟。刚刚邵小山微博爆文，旧话重提，文中称范冰冰、冯小刚、王中磊，你们三人在梁子洗脚做了什么？你们心里清楚，做人要有良心。范冰冰，我对得起你了，作为媒体后台，我保护了你十年，公开对媒体说那是你亲弟弟，你没整过容。你作为朋友却让我脱光了两个替身。还有李晨的为人我了解，很阳光，很正，很好，很不错的一个红三代军三代。我再说一遍，范冰冰，你的品行就是不配他。此事之前，邵小山就曾多次发文爆料范冰冰，导致舆论纷纷。但是范冰冰工作室对其发起诉讼时，邵小山又认怂道歉，声称自己是喝了酒，酒后失言。这段时间邵小山不断被崔永元、姚琦呐喊助威，不知是属于想蹭热点还是真帮忙，也不知道今天邵小山今天的微博是在什么状态下写的，会不会被范冰冰提起诉讼时候再次认怂。你是怎么看这件事呢？欢迎留下评论，欢迎关注本号，支持鼓励前行。Thank you.